同婚通过之后呢，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可以探讨同志还有同志家庭的议题。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这一部影片呢，其实可以算是亚洲第一个在探讨同志组成家庭之后呢有小孩的过程，有知名男星谢家健还有凯沃男模林辉煌演出的《酷盖爸爸》。我们不是不陪你，我们是要你过好的生活。哇，好多龙卷风啊！你是不是又偷听到我答案了？哎呀，爹爹来敬你了！蝙蝠侠在呼叫凯凯 ，over over。你为什么不事先跟我商量，就擅自决定呢？所以我现在就跟你商量啊。尊重一下别人的意见有那么难吗？你连句谢谢都不会说，你就应该像正常人一样结婚生子成家立业嘛。你这样子我要怎么跟你爸交代啊？在一起五年了，我们结婚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谢家健。那我在《酷盖爸爸》里面是饰演 Damian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辉煌，在《酷盖爸爸》里面饰演的是 Jerry。其实我在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其实是真的很开心的，因为这个台湾算是亚洲嘛，算是第一个受承认，然后是合法的国家，所以我觉得是为所有的同志朋友们都觉得非常开心和骄傲的事情。印象深刻的事情应该是我们拍第一颗，应该是第一颗吻戏的时候吧。对，因为那时候在路边，然后就是我们真的是那种怎么讲，接吻吗？算是吧，因为是接吻。对，因为那时候也在路灯下，然后画面拍起来其实就很唯美，我还蛮喜欢那个画面感，我觉得好棒。他的喜欢应该是说蛮 enjoy 这个 moment 的。其实这是我跟辉煌第一次的合作嘛，然后其实真的很开心，这算是我在演艺生涯里面的初体验，可以跟男生一起演情侣这样子，其实就是算是一种突破啦。很开心。我觉得就是大家就勇敢的做自己，然后也勇敢的把爱散播出去，让更多人去感受。其实所有的爱都没有不一样，大家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就是要爱爱爱爱爱。